欢聚三峡，共度良宵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、湖北卫视联合香港、澳门、台湾电视媒体，9月11日20点现场直播。好，欢迎您收看新闻。新华社消息，国务院台�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7号就台独分裂势力举行所谓台湾证明游行发表如下谈话。9月6号